有点想家，有点放不下，情到深处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应答。一别多年你还好吗？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历历在目有的伤心，幸好还能遇见你，忘了结局，不到最后不放弃。两个人的故事结尾不一样的滋味，谁能左右？好，你现在马上回去吧。啊？啊？关总，十点的飞机我还来得及整理。你现在马上回酒店，好好睡一觉。睡一觉？剩下的票据一会儿下午再来核对完吧。关总，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回深圳了？啊，那不用等下午了，我现在就可以核对。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脑子还可以继续工作吗？数据核对需要保持清醒，光努力是没有用的，愚蠢的努力只会带来复制的结果。可是关总，您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啊？您真的找了我一晚上。关总，您感冒了？那个，您需不需要回去休息啊？还是您发烧了？没事没事，赶紧回去吧，下午一点前不许过来啊，赶紧走吧。嗯。哎，小白，你昨晚到哪儿去了？啊，下午见。这什么情况啊？你在哪儿把他给找着了？哎，他怎么那么高兴？你不让他回深圳了，用了什么招啊？一晚上就把你搞定了。你怎么还感冒了？干什么感冒了？蜡烛几个意思啊？烛光一夜，一夜烛光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感冒离我远一点啊，别把我给传染了。这一晚上蹊跷，我给你弄药去。姑奶奶，你是回还是回？倒是吱一声。姑奶奶，我不回了。生生果业需要我，丰盛需要我，大魔王需要我。怎么了？你们这儿有感冒药吗？谁生病了？管一个感冒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这儿哪有卖药的呀。哦，药，等一下啊，我想想。嗯，这儿呢，这我从国外买的，特别好用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。我爸说了，让我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。行啊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呀？玩什么呀？喜欢看电影吗？改天咱们俩一块儿去。你是于福南吗？什么？就是对异性广泛撒网，只捞大鱼，重点培养，宁杀一千，不可错过一个。不是，你这是什么理论？通过我的观察呀，你是于福南，叶小白是流水仙女。什么是流水仙女？就是对工作按部就班，没什么想法，也没什么激情。哦，哎，那老管呢？管一鹤嘛，
我得再看看。嗯，没什么事，我有玩游戏了啊。哦。嗯。关总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一点前你别回来吗？我睡了一觉，清醒着呢。感冒了不要喝咖啡，试试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祛寒汤，我生病的时候我妈经常给我做。你试试。管用吗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还真让人匪夷所思啊！你别在这阴阳怪气，快准备开会吧。开什么会啊？昨天叶小白一个人重新查了所有的账目，发现了不少问题。赶紧跟赵总说说，紧急开会。哦，看来叶小白是立大功了，这么高效。按理说这些问题，在前几次辅导验收当中就应该查出来。是我们都大意了。哎，你现在觉得叶小白不错了，昨天还气势汹汹赶人走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准备开会吧，走吧。啊，吃药啊，吃了。我核对了公司三年内的所有财务文件，发现财务上有虚假陈述和利润操纵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幸好发现得早，要不然等到上报证监会才被发现。得等三年之后，我们才能重新申报 IPO 的申请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自查自纠，财务规范，在上会前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发现所有的假账都发生在去年一年。看来问题就出在他身上。前任财务总监冉东。赵总。姓赵的不是葫芦。住手！我跟你们说过，在任何时候，只要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深圳果业签合同吗？说得好听，不就是卖身契吗？想让我们给你打长期工，告诉你不可能。就是，就是，就是，不可能。现在商会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把事情闹大。就算这帮人是污蔑你，调查起来也要拖个一年半载，证监会只能暂缓上市。到时候你再折腾个两三年，得不偿失的将会是你啊。我一心只想为老家做些事情，他们一句好话没有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。你们知道什么是上市吗？我管你是不是上市的啊，坚决抵制上市，还我们一条生路。你说谁不给活路？小心。你们谁是逃啊？我想怎么样啊你？敢做敢当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想怎么样？你挑动群众，聚众闹事，故意破坏他人财产，随意殴打伤人，辱骂恐吓他人，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是可能吃牢饭的。吃牢饭？这么严重吗？生生果业现在做的事，是可以解决几千人的吃饭问题。你们是愿意吃牢饭？还是愿意正儿八经的吃这碗饭，还有每年向国家纳的税，不多，也就一个多亿而已，怎么样？一个多亿吧。所以带头的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保安，抓住他！哎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干什么？石尔东，石尔东让我来闹事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赵总，真的不是我。这些人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这些都是乡里乡亲的。那行，我今天可以让你们回去。他还没找到阮东之前，我要随时能找到你们。不能走啊！谁都不能走！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到了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走走走走走！警察来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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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回去吧，乡亲们，回去吧，别看了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葛总，你是假报警吗？聪明，哼，怪不得网上说你们是风声的最佳搭档，真厉害。那当然，我们俩是。血。关总，关总，关总，你怎么了？你后背挫伤，他可真能扛。医生，给他用最好的药。他要是晚一天上班，那对我们企业上市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怎么让他流这么多血才送来啊？先住院休养吧。小白姐，我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你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领导了。他刚才好帅啊！哎，他有女朋友吗？关总居然为了我伤成这样。他在丰盛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，完了，丰盛我是混不下去了。小白姐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你们吵得我脑袋疼。关关，关关，你醒啦。关总，对不起，今天都怪我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你过来。啊。关关，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。我不想死。啊，管总，您千万别胡思乱想，您不会死的，真的。我是不想被你们吵死。啊，你们能出去吗？我想睡觉。哦哦，那好吧，回头我再来看你，你好好休息。啊，我给你带好吃的。啊，管总再见。走吧。哦。叶小白，啊，如果你真的不想那么早死呢，下次见到我就要开心点啊。哦，好，那关总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再来看您。是的，那些上午我都已经弄完了，简报我也发到您和管总的邮箱里了。跟山哥吃饭去呗。我以后中午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。怎么，约别人了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想着说生生果业下午2点上班吗？那我就中午回来随便吃一点，还能睡个午觉。行吧，想吃好吃的随时叫我。拜。那几个闹事的果农现在情绪怎么样？抓紧这个时机，跟他们好好谈签约，就跟他们说，现在是个好机会，统一种植，统一销售，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。啊，还有，阮东那边呢，你去找人跟他接触一下，摸清楚他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。投资商的合约我看过了，有几个问题要记住啊。投资分配必须要控制得好，对，这个要小心。行，你改好之后再发给我吧。
就这样。也来正好。那些吃的帮我拿走吧，顺便把窗户打开，味道太大了。叶小白，嘿。啊，哦，哦，关总，您叫我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您都不吃吗？不想吃。哦。这份简报是刚才让你做的。啊，是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挺不错的，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今天刚跟赵总开会了，问题是有的，不过都是您预料的那些，我们也已经尽力在处理了。我怎么闻到有西红柿鸡蛋的味道？啊，这个是我本来给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，不过您没胃口的话，我晚上回去自己吃了就行。这个闻着好像还有点食欲。那您要不要尝一尝？可以啊。我帮您。你准备怎么帮我？我就是看着您不得劲儿，没有别的想法。我说你有别的想法了吗？怎么这么容易脸红啊？啊，我房间里面太热了，有点太热了。这个厨艺还是可以的啊，有假人应该没问题。嗯。哦，管总。我还年轻，我只想一心一意的做好工作，报答您对我的栽培和信任。你说完了吗？啊，嗯。我要吃东西。哦，我先出去了。都进来了，那你还敲什么门呢？老爹敲门那是尊重你的隐私，别没数啊。万一你要看什么不能让我看的东西，我这一敲门你不还来得及合上？哎，我还能有什么不能让您看的？您什么世面没见过？小丫头片子，说你爹啥呢？你刚才看那金牌投资人，我也追着呢，好剧。那你还说我？哎，说正经的，追剧归追剧，你也抽抽时间想想工作的事儿。你妈一天到晚打电话问我，昨天去面试那个怎么样了？嗯，去了，去，不想去。去了？不是，哎，那你这回又是为什么呀？太远了。那大地铁上班得两个小时呢，就算你给我买个车，这路上还得堵一个小时。哎，你说我要是在附近租一房子，那房租那么贵，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工资都让房东给赚，
那我还不如在家陪陪你和我妈呢，对吧？你可拉倒吧啊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眼高手低。那谁在外边工作不是赚个辛苦钱、啊？再说了，你这玩意儿都是有里有面的事儿，知道吗？面呢是给人家看的，好看就行了呗。里边糙不糙，谁知道？哦，合着我就找个好看的工作，那背地里倒贴多少钱无所谓。大概其差不多吧。不过呀，你们这代人呢，反正是挺难的。谈啥呀？调琴呢。电话。哎呀，谁呀？这是。叶老师，你有什么指示？我问你啊，小白的那个领导叫管一鹤的，你认识吗？那管总吧，我打过一次照面，怎么了？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小白打过电话，那个管一鹤替小白挡架，好像是受伤住院了。喂，是我见那个人吗？没呀、啊，哎呀，这事儿他都不跟你讲了，怎么能跟我讲呢？你说是吧？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？啊，证据没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个男的愿意为一个女的挡架，那肯定是有意思。我这姐夫不是刚走一个吗？这又来一个，行啊，我姐有魅力。过来跟我八卦八卦。你管什么什么的，他长什么样啊？什么管什么玩意儿？你刚才不是听见了吗？管一鹤。管一。别八卦了，行不？你有这闲工夫，想想自己怎么找工作。你不说我也有办法。在我眼前慢慢融化，有点想家，有点放不下，情到深处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应答。一别多年你还好吗？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，历历在目有多伤心，幸好还能我都审核了一遍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那就辛苦您了，都是分内的事情，不辛苦，您去忙吧。哎，加油。嗯。叶小白，啊，什么情况呀？你是不是把我给管一鹤送的吃的都给分了？是我分的。哦，不过这是管总的意思。我前脚走，后脚你也给他送吃的，分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是管总说他吃不惯太油腻的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在追他，你懂不懂啊？这样吧，直说吧，你是想向领导献殷勤，还是想公平竞争？献殷勤我瞧不起你啊，要是公平竞争，你喜欢他我没意见。不是，我对管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呀。那如果这样，小白姐不就简单了吗？你看啊，你要是对他也没那个意思，那你就别做得那么好嘛。我的意思是，饭你就别做得太好吃，比我的差一点就行。或者你告诉我他喜欢吃什么，为什么你送的他就吃，我送的就不行？可能，
的胃口吧。都说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先得抓住男人的胃。这话虽然老点，但是没毛病啊。我可不能让你把他的胃和心给抓走了。你快告诉我嘛，他到底喜欢吃什么，我给他买啊。实在不行，我找米其林给他做。哎，你要不说就证明心里有鬼啊？还说你不喜欢管一鹤、啊？鸡蛋面，他喜欢吃鸡蛋面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小白姐。啊，那天闹事的果农一个都没落下，都跟生生鬼把合同签了。那些果农我倒不担心，我最担心的是阮东。不知道赵总跟他聊得怎么样了，我只怕他会利用那天发生的事情再大做文章。行了，别老公事了，咱们聊聊私事儿。说吧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小子套路挺深啊，人家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前两天就能出院了，你在这天天坚持挺尸，让我给你送资料，熬夜加班不出院。你到底是爱上住院了呢，还是另有目的？你不觉得我在医院的工作效率会更高一点吗？你什么时候变成渔夫男了？什么渔夫？广撒网啊！你看，那天天的两个女孩争着给你送饭吃，你也不怕撑死？我第一天就跟赵金子说过了，她送来的我吃不了，但她就是不听，那能怎么办？那你就是看上叶小白？好，你不会真的要追小白吧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口味变了？喜欢那款？我只是觉得他工作效率很高，他做的饭菜又正好很适合我养病，就那么简单。这正所谓食色性也啊！这喜欢一个人呢，往往就会跟吃饭连在一起，这味觉就会帮你释放荷尔蒙。像你这种身残脑尖的，大脑就会释放特别多的内啡肽，俗称快感荷尔蒙，再通俗点就是爱情的冲动。你信不信我冲动给你看？哎呦，行了，你继续在这儿装病吧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先走了。这喜欢一个人呢，往往会跟吃饭连在一起，味觉会帮你释放荷尔蒙。管总，今天金子去给你送饭，我就不来了。我跟您说多少遍了，你们老年人啊，就是爱瞎操心。看，我都给你查好了，管一鹤，妥妥的男神，行走的荷尔蒙啊。这风声，至少有28个未婚女青年暗恋他。网上现在是资料这么全吗？都是女人嘛，谁还不知道谁啊？这微博上一搜，这蛛丝马迹一看就明白了。这蛛丝马迹。哦，对了，丰盛不让内部谈恋爱，所以啊，没有什么事。不是，主要是吧，你说小白这孩子也真是傻，你真有那么好好的靠山，不好好利用，自己那么拼干啥？丰盛这个要求啊，本身就不合理。再说规矩，也都是人定的嘛。送饭来了，之前给你点的外卖，你好像都不太爱吃，所以我特意让家里的阿姨做了各种吃的。
这回肯定不是饭店的味道了，你尝尝，肯定有你喜欢的。关关，这人呢？哦，叶小白，管总，你怎么出院了？我都好了呀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你确定你要看？那我问医生吧。哎，有什么吃的？我饿了。金子不是给你送饭了吗？我就想问问你这个生活小百科，我现在这个情况，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好？柴鱼汤、豆腐、鸡蛋之类的就比较少。那你还不赶紧去做？我可是为你受的伤。啊？哦，好。你洗手没有？洗了。不错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嗯。要不是住院，哪有机会这么安安静静的坐下来，吃一顿这么家常的饭菜？你太忙了。做我们投行这一行，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最普通的一日三餐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。可是，在普通人眼里，能做投行的也很幸福啊。你就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一行吗？当然了，我简直是热爱啊。啊，对了，你以后别叫我管总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么矫情，不可以吗？是挺矫情的，那以后我管你叫老大。可以啊。那既然我是老大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以后我不要再见到你哭，我最烦女人哭了。好的，老大。喂，赵总。网上的消息都看了吗？你现在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霸，不过幸好那天你没有动手，要不然情况更被动。现在的影响是已经很坏了，马上要上市，之前谈好的几个投资商都以各种理由打了退堂鼓。一鹤，真被你说中了。赵总，你跟阮东沟通的怎么样？我让金子去找他了，他们是表兄妹，小时候关系不错。你们是亲戚？他是我表侄，上升国业创业的时候就跟着我，从助理一直干到了财务总监，一直到去年我发现他有问题，所以就把他给开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。这个阮东还是很懂套路的，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出消息，不管是真的假的吧，都会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。现在离申报上市还有一周，三天之内必须把问题解决，截止负面消息继续扩散，要不然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都会功亏一篑。哦，开会呢。那个，您怎么就出院了？身体好点了吗？你来正好，我看一下，金子可以跟高山一组。去找那些投资人好好谈谈。小白，你跟我一组，去找阮东协商。为什么小白姐跟你一组啊？让你去找阮东，谈好了吗？爸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谈不好。我担心现在去找这帮投资人谈，被拒绝的可能性会很大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耗了。
我有一个想法。哎，你说。现在正是脐橙成熟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在果园举办农家乐采摘活动，邀请这些投资商参加，这样让他们现场感受生生果业的企业文化，对企业的正面宣传有帮助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多搞一些主题活动，现场布置得漂亮一点。那帮人玩得开心了，一发朋友圈就等于变相打广告了。至于那些投资人，他们只要看到生生果业的发展前景，那些蜚言流语不攻自破。只要能够挽回生生果业的影响啊，你要我怎么配合都可以。所以金子，你代表公司跟高山一起去邀请会更有诚意。不是啊，你小白姐更专业，能说会道的，她去更合适啊。柯软东那边需要个懂财务的人去。那刚好啊，我最近就在看有关会计方面的书。生生果业2018年6月葡萄采购合计多少？叶小白，2018年6月7号、11号、20号生生果业葡萄采购共计16.3吨，总共支出86320元。咱们生生果业最大的投资人钱总爱好什么？钓鱼。我看你干这个挺合适的，严高总去过。哦，去就去呗。是为了工作。小白，啊，你累了？啊，没有。那赶紧跟上啊！啊，好。你们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你们。你好，我是丰盛的管一鹤，这位是叶小白。我们今天来，是就生生果业上市的事情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，这姓赵的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他就是一小人，我有什么想法？赵总说了，生生果业发展到今天，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得，别给我戴高帽子，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干什么的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事业也没了，家庭也没了，老婆孩子也都没了，我呀就是烂人一个，要烂大家伙一块儿烂。他老赵想上市啊，门都没有。你真的觉得你能毁掉生生果业吗？现在啊，成事不容易，坏事啊，简单的很。2018年，浪山脐橙亩产高达2360.18公斤，达到国内同类产品最好成绩。按照每公斤6元计算，单就这一项，毛利差额却足足锐减了将近20万。请问去了哪里？2018年6月7号、11号还有20号，葡萄采购合计16.3吨，总支出86320元，账目没问题。但是，请问这么多的葡萄，是运到山东去酿酒了吗？就算你查出来了，又怎么样？你是个专业财务人员，你应该知道做假账会有什么后果。你在网上发布那些关于生生果业的不实言论。IP 地址只要一查就能查出来。你说生生果业别想上市，可你也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之前你鼓动闹事的那些果农已经和生生果业签了约，战略合作的长约。软东，我知道你有一个3岁的女儿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坐牢了，他的人生会怎么样？对于女儿来说，父亲可以平凡，可以穷困，甚至可以窝囊，唯独不能缺席，缺了就是一辈子的痛。没有父亲的孩子，就算表面上再怎么坚强，内心都还是缺了一块。所以，在你还能爱他的时候，不要错过。我也希望他们回来啊。可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？只要你愿意痛改前非，把之前的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你一定可以回到生生果业，重新开始。赵，他愿意我回去？赵总知道你本性不坏，只要你把所有的不良嗜好都改掉，他一定会原谅你。不管怎么说，生生果业有你的一份心血吗？他真的这么说的？你是崴脚了吗？我没事，先坐下吧。我帮你看看，忍一下。平淡的。